谁别杀我！醒醒，这边很快就会到。我只怕他不准。阿娘，毛怪物！我掘了南宫坊的坟，里边空洞，开棺验尸，赐予分晓。里面躺的人是你娘。别听老夫说话的，我上！别听！谁别杀我！醒醒，阿娘在停止里，还敢提阿娘？人间一遭，最痛恨的就是有你这样禽兽不如的修女。